团结，真有力量！对啊！台湾，真的台湾啊！蒋渭水，他是医生，他是报社的编辑，然后他还是民族进程的一个推手。日本总督府用无兵丁的法律来迫害想要侵权的人。但是这段历史基本上在我们那时候不知道。 白纸袂使印团团，咱写文章总会使。咱的脚步袂使停落啊！哦，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历史课，很靠近自己的血液跟心跳的历史课。这是咱台湾的旗舰大合剧，嘛是咱台湾上辉煌的历史，请你一定要想看。这摆个暗时十点半，台湾好戏《紫色大道城》。